Hello， 大家下啊、早上好，十点的时间哈。OK， 终于上到线了哈，我看一下这个你们有没有在线上，你们那里看到清楚吗？声音听到清楚吗 ？OK， 哎，有人在线上了。OK， 来给我翻一下吧。Hello。大家早上好，我现在在中国东海。OK， 好不容易上到线了、哦，我告诉你，这几天都一直出现在网络上的问题，我一直上不到线，好想跟你们做直播，可是上不到线，所以今天早上就看到网速还算不错的，那就赶快跟大家做一个直播，给你看看我住的酒店，我现在在东海。OK。等一下下午的时候吃了午餐过后，我约了这里的东海人跟他们一起做直播，那么就希望在线上能够带你们去看一些工厂啊、一些雕刻水晶的工厂，可能还有一些制造那个怎么把那个水晶洞做好来的那个工厂，所以带你们去走走一下哈。昨天跟他们约好了，那么当然我有说过，在我来的时候有说过我要送一些礼物给线上的你们，所以应该是今天，等一下哈，因为今天看到网速还算不错的，所以等一下会送礼物给你们。天气冷吗？白天这里还好，白天在我看二十多度左右，可是去到晚上的时候它的温度的确好可怕，它就跌到十八度，有时候十多度哈，蛮冷的。 OK， 我的声音清楚吗？你们听到吗？清楚吗？现在我是在东海温泉大酒店，这酒店蛮漂亮的哈，给你们看看四周，而且很清静哎，好舒服啊，是不是啊？好爽哈，那是很艳的一个设计哈。那前几天我来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什么人，今天就比较多人了啊、因为今天这边东海这里有举行一个国际选美比赛，所以很多国际的那些佳丽都住在这家酒店里面，所以就可以看到蛮多人的。OK， 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OK， 终于看到我了哈。OK， 那么带你们去看这里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水晶，好，带你们走一下。啊，你看后面是不是很美？它整个设计，蛮喜欢中国有这样子的一些意思。很特别的地方哈，那感觉蛮好的，像这样子的。OK， 这里有温泉，这里有温泉哈。OK， 温泉游泳馆。哎，我们走去一下大厅那边，大厅那边有一个水晶柱，蛮特别的。我的声音 OK， 清楚吗？看一下。走来里面的不知道会被断线，还是我会走错地方？带你们去前面，千万不要断线哈、哦！好不容易上到线，住酒店哈、啊。昨天我去那个酒店，一开门进去的时候，冷风吹来，毛骨全部。汗毛全部跑上来哈，那我看一下哪里出，哎，这边出哈。好的，我们走来大厅了。我好喜欢这张桌子的设计哈，看挺特别的，好美哈。想弄一张在我自己的办公桌，它是用 marble 做成的，好，感觉像是云子做成的。给你们看外面的风景，这里的风景实在好，然后酒店房间又很便宜，然后以前这间酒店很多高官显要在这边住哈。来，我看一下哈，可以出吗？这是外面，一下子哈，哎，这是外面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所以住在这样子的地方。挺好的，感觉蛮舒服的。OK， 来，我们再去看，我带你们去看这东西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
想在这里想跟你们分享一下。这个，哎，这个水晶哈，因为东海都是很出名有这个白水晶 ，OK， 看到吗？这个白水晶啊，这摆在酒店大厅里面这边的白水晶柱 ，OK， 那它特别是什么呢？看到吧，大哈，大哈 ，OK。OK 吗？声音清楚了哈。这个白水晶柱，它的特别是什么？当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哈，那第一天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在这个白水晶柱，因为看到这些都很兴奋，都很喜欢哈。那我就把手放下去摸，所以当我们把手放下去摸的时候，告诉你。你真正的去摸它的时候，你整个手是很像麻麻，有一种触电的感觉，你可以感觉到一个电波这样子一直震动着你的手，而且很明显，很强，尤其是在这些缝，在这些天然的裂缝中，哈、啊，所以当你摸下去呢，感觉是你可以直接 feel 到它震动的力量，当初我还以为是有电哈、啊。走电哈，那看了四周，确定是没有电源，那就知道哎，全部的电磁波，然后它的震动全部来自于这个水晶，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摸，甚至我摸到这边，每一个水晶都有磁场，你都可以 feel 到很明显的在震动，很明显的这个震动哈，好想把这一个搬回家 ，OK， 啊，那么当我很神奇的一点就是我摸到了这个地方是。木的地方哈，这是木质的地方，这是它的坐垫哈，这是它的垫坐垫的地方。那我摸在这里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感觉到，都可以 feel 到它的那个震动，你知道吗？都可以 feel 到它的磁场，都可以 feel 到木里面本身也有这磁场在震动。那当我摸到下面的时候，是完全没有感觉了，它没有在震动了。所以靠近它的旁边的东西其实都受影响，明白吗？所以水晶的磁场能量多么的强，所以摸水晶我们要整只手，两只手靠近它，扶着上去触摸 ，OK， 这就是很天然的白水晶。而我来到酒店第一天，啊，最看到这个是超喜欢的，啊，因为它有很强很强的磁场，你一摸下去你就知道，哇，磁场好强，啊，真的会震动，真的会震动的，就是这个，好漂亮吧？你们看。啊，每一个哈，每一个，然后这些我们叫六角尖锥的体哈，六角尖锥。上次我在风水讲堂里面跟大家说过，水晶其实很多尖锥这些体型是天然的，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去磨成的，它的确就是这样天然形成的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天然的。而且你去试看摸这些裂缝。它的感觉你可以直接 feel 到它其实有很强的撼动，它可以一直在那里震动，好喜欢这个，好想把它搬回去 OK， 它放在酒店的大厅里面，给你们看看这个酒店挺漂亮的，有机会来这边你们也可以入住这间酒店哈，还有一个不错的，可是这个我不敢动哈，因为它围着 OK， 带你们去外面看看吧。OK， 清楚吧？好，瓦数全部 OK 啊。今天中午我吃了午餐过后，我就会跟大家做一个直播，跟水晶东海人一起做直播。那到时线上会送礼物给你们，也带你们去一些水晶厂看看。今天这里有人结婚，每次我来东海都有人结婚，好奇怪啊！来看看，是不是新娘车？所以今天这里有人结婚，来看一下吧。这个东海温泉大酒店，所以我是住在这里哦，挺好的。这第一次住这边，之前我不是住这里。所以我看到外面很多新娘的花车，要迎接新娘。我们走出去看看一下哈。风很大，吹来的风虽然有点太阳，可是风吹来还是挺冷的。所以看看外面。走出去看一下，我在等东海的朋友来带我，
基本上我来到东海，我有好多朋友，这边他们都会来招待我。这几天每天早上很早他们就来载我，那么就一起出去，一起吃午餐，一起吃晚餐，都招待得我好好，告诉你。然后在这边你就是食物太好吃，太好吃了，他们的摆设，食物的摆设也好好。 OK， 这里的中国人跟那些广州我认识的中国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看街道没什么车的哈，我们久久还可以看到一辆车经过，对吗？它这里并不繁忙，并不繁忙。OK， 给你们看看一下，这里的人很热情，然后这边的人很好，很好客，人很善良，他跟我平时见到的中国人好不一样，所以我来这边我觉得很有安全感，也不怕他们骗我，也不怕也不怕坏人之类这样子哈。这里人蛮好的，看一下后面，就是这家酒店哈。OK， 好了等一下我等他们来了过后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线上做一个直播，应该是中午2点多3点吧。吃完午餐过后他们带我去工厂，我们再去工厂看一下特别的水晶雕刻厂。那么同样的要送礼物给你们哈，我去他们那边找看有什么东西好送给线上的你们，而且是纯天然的，纯天然的哦。就在东海这边，那离我住的酒店大概有60 km 左右。本来我们是说好今天过去那边做直播的，就是去爬那个花果山，然后带大家看真正的水帘洞。OK， 真正的水帘洞。可是会想到，那怕在上面那里没有线哈，网速没有，那就考虑到我们去工厂带大家去看水晶的制造过程，怎么切割水晶等等的这些。会更加好，更加有意义，对吧 ？OK， 好的，那这个直播就讲到这里。我不用太多的网速，等一下我要留时间哈，留网线给中午过后的这个直播，大概到2点到3点之间会开始。OK， 所以等一下你们要记得收看我的直播。OK， 好，就讲到这里啦。所以新娘车，看一下吧。OK， 什么号码 ？GZ。917，917，好的，就讲到这里了，拜拜。